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น้องอยากถามน้องสวยไหมคะถ้าสวยนะคะช่วยบอกมาให้น้องรู้หน่อยน้องอยู่คนเดียวไม่มีแฟนจะเข้าสนองจี看到几个人？一千个。妈妈，十三个人相信。今天呢，十三号，然后已经开始了泼水节，是送干节。他们这里为什么仪式呢？就是会在佛像上面放很香很香的水，然后浇在佛像上面来祈福。然后今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泼水的盛况，大家就把干净的水泼到别人身上，这样子就代表一种祝福。好啦，我们要去泼水节啦！泼水节，丽丽，出发！今天泼水节，争当曼谷春花，出发！穿着雨衣的。好，我们坐上了，这叫做 tuk tuk， tuk tuk， 出发 ，tuk tuk， say hi，let's go。弟弟来打气儿，然后拿住，拿着，拿着按这里。哇，刚刚太热闹了，街上有几十号人一起喷水，有大人、小朋友、泰国人、老外，各个地方的人。然后喷到身上非常的凉快，因为现在正是炎热的时间。哇 ，two one， 看看你们有没有被喷到？你有没有？你喷了几个人？好多好多人，是不是？一千个。哇，你得喷到了一千个人。哇，刚刚好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热情。然后在这炎热的夏季，所有人不管年龄是三四岁还是三四十岁五六十岁，全部变成了小朋友，回到了童年的状态。哎，空空他，空空他，两娃大战怪兽。你看上面写的什么？这是我的世界，你的世界，我们大家的世界。啊，刚刚卖爆米花的把爆米花柜子当作掩体，东西都不卖了，客人过去就被喷走。大家都在装水，而且这桶里是有一大块冰，水都非常非常的冰冷。啊哈哈！小朋友们互喷。这外面是激烈的战场，里面呢就是补充体力的地方，我们买一点食物补充一下体力。喝点水。This is for sunscreen. Ah, sunscreen. Wow, 他怕我晒干，涂一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从小巷里出来，涂了免费的泰式防晒，还有拿着午餐，我们吃一点东西。什么呀？哇，西瓜汁，姐姐呢？烤肉串，然后爸爸呢？哇，还有炒粉。非常甜，非常香。好吃啊，这种泰式照烧酱的感觉。
小朋友特爱吃，刚吃了两串，又加了三串。多少钱？三串，一串十二，三串三十六，大概三串鸡肉串一美金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出发去打水啦 ！Let's go， 转力。我连个狼都看着我。你哪看这边？打他！再锻炼几个技能。米蛋米蛋，你看这个花车是傣族的，是中国傣族，我们也喷水，我们来看，喷水是给他们好运，恐龙。看，现在是印度的 Holy 节日，印度。记得吗？我们刚从日本来，日本有扇子，他们竟然用扇子挡住。好，韩国。戴好帽子，戴好眼镜。我们等一下要经过一段非常危险的间距了。来，给你，拿好。啊 ，Dyson 在这儿做广告效果非常好啊，大家都等着在这儿排队吹头发呢。我们刚从泼水区出来，再吹一点东西啊。刚刚泼水泼的全身都湿了，你看这个包呢，相机包完全都是防水的，本来相机包外面全都是水，那我看里面还是非常干的，而且呢，它外面还有扩展的。挂钩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水枪现在不用的时候放上去。好，这样就装。咋不的？鞋子都走化了，看这边。太多路了，每天走好多路。你可以帮爸爸再找一双新的拖鞋吗？你喜欢哪个颜色？我喜欢棕色、黑色都可以。我们一起找拖鞋好不好？那我喜欢 rainbow red。Purple。 那你想让爸爸穿什么颜色的拖鞋？我觉得我更喜欢 rainbow， 我很喜欢你，那是 rainbow， 你的设计也是 rainbow， 我想要你搭配，你的裤子是 rainbow， 你的衣服是 rainbow， 我想要你的鞋，那是 rainbow。 行，那你帮爸爸找一双 rainbow 拖鞋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准备来一次泰式按摩。 Ring the bell。米蛋，你休息好了吗？休息好了。我们刚刚吹了一会儿空调，做了一会儿按摩，又准备好了投入战斗。刚刚所有人都在喷那台喷水车，喷水车是大 boss， 等下大 boss 要反击了。所有人都在拿着手机拍，而且都可以跟着唱，估计是泰国明星。米娜，我们刚刚成功的从演唱会区走过来啦，再不做什么。
trick trick， 你说 trick trick。好，我们坐 trick trick 回酒店。米娜，你喜欢坐 trick trick 吗？是不是好有趣？像坐云霄飞车一样。哇，人们坐在马路上也在喷。好，我们站车。你看这种喷水枪，爸爸小时候就玩。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像你差不多大，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坐在敞篷摩托车上，在马路上随便喷路上的人，简直是回到了儿童时代。就啊，这次要是再坐了黑车，就有武器了。看看哇，这小哥正开着摩托车，还打着视频电话。好，回到酒店了，回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。